和平和大哥啊，谢谢大哥的关注。哎呀，歌声大铃带的，我也想着分一下那个哪呀、啊、那个霍提呀，嗯呐，我想从下面上了去吧，玩去吧，我怕他不让那上了。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哥们关注啊，我跟人吓死我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我想尝试一下什么感觉。关注主播不迷路啊，到了一会儿你的播，到了五点半你的播，咱们播到六点就走，是吧？行，没毛病啊，六点。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哥们的关注啊，关注主播不迷路。老板，以后这么着吧，以后他现在不是还练开单吗？嗯。早起来了，我跟他先把那单给交给他，叫他对，开完了，然后就开始播。嗯，行。行吗？没毛病呗，我徒弟这越来越上进心强了，我都闲着徒弟。你就记住啊，徒弟到哪以后都先努力的，到哪都先混的，你都记住啊。肯定呗，你也都不要还。对呀、啊，你来了，你看你来了，你师傅都够照顾你了，让你在这玩随便。够照顾啊！你再不努力，你对你师傅对你这么好，你对得起你师傅？就是，对直播间的老铁们，我确说实话，我确实来了，都是点点味儿，真是点上味儿。对吗？对，我不仅玩了，我还挣着钱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哥们的关注啊！松下200500几米的，有3米有5米的，老板啊。加长的有7米的啊，大哥。对的，承诺的，承诺的，谢谢大哥的点心。感谢我大哥的点赞。你看你谁有你这个待遇啊，徒弟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没有啊，你好好干，那师傅还给你，感觉不到小明他们为什么那么痛苦，为什么什么？你看他们挺痛苦的，成天痛苦啊。嗯，没有，你就是说做生意也好，挣米也好，没有轻松的事儿，真是没有轻松的。你看娘娘姐痛苦吗？痛苦呗，更痛苦吧，天天每天都痛苦，更痛苦吧。嗯，对吧？没有你想象中的。他是真的挺痛苦，我确实是知道、嗯、因为天天愁眉苦脸啊，那为什么呀？他不说一个你吗？啊，猫呀，猫是了，猫的，啊，不累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啊，徒弟啊，可不会。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哥们的关注。嗯、老板，过年还不是么放一个月吗？不是，你看啊，你忙的时候，你感觉很什么，很什么，感觉闲下来，你更觉得很无聊。可是，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。所以每天玩的时候，咱得玩与别人玩不了的高端的，干的时候咱也得能收得下去，别人收不了的痛苦，对，对吗？对，你师傅不教你。主要是这个直播间的老铁们，他们不跟我说话呀，我都真说实话，确实挺挠人的。我老重复那么几句话，也不给我点问题让我回答。我确实是挠人。这个吧，慢慢的行，慢慢的行了。谢谢大哥们支持，明天会更好，大哥啊。去拍帮大哥们。松下的保护焊枪，你用多大的焊丝，嘎嘎好使啊！你用多大的焊丝，让老板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嗯呐，给我个机会。今天大哥们给了我好多机会，对不对啊？对，给了我好多好多的机会。削的咔咔地的。给了我好多好多的机会，不是都我削的这个小明他们都说不上来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他们不会呀、啊，他们不知道是干什么。开单你也不会呀、啊？啊，不一样吗？啊不，开快递单不会呀、啊，快递单我不会呀、啊。开递单会，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哥们关注。呀、啊，你个人小感人的呗。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大哥们。你师傅是管看你适合干什么的，你适合干这，你干这，你适合干啥你干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师傅什么都会呀、啊。你什么都会，你确实什么都会。这不是谁教给你呀、啊？我个人学的呗，谁教我呀？什么开单个人学的？都不教，谁教我呀？我是老板呀，谁教我呀？你这个线上是不是亚楠姐来了才能？啊，线上啊，拜拜，要不然咱能得过来吗？为什么那群的关系？